哎，二子不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啊，哎，回去跟丁香说一声啊，二子回来就让他热情点。这也不是亲生的，咱们就得注意点。对，要不我的心里啊，老不落人。看，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，你还老忘不了。好好干啊！赶紧预备啊！这菜，丁香，这次你二哥回来，千万不能再把他给气走了啊！每回不是他自己嚷嚷着要走的，每次你们俩都因为鸡毛蒜皮那么点小事在那儿斗嘴。他这次要是再走了，你爸气定了，你管啊，我可不管。甭找了啊！您看几下去啊？谢谢。我和二哥到底谁是你亲生的啊？每次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呀？他脑袋不是受过伤吗？他脑袋受过伤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吃的比谁都多，喝的比谁也不少，说话能把人气死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也只许他气你，不许你气他。凭什么呀？哟，二哥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二哥回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哎，控制啊！别，这回回来不走了吧？什么叫回来不走了？我先考察。哎，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呢。什么好事？我给你找了一工作。万福小区有一老头半身不遂，每天啊上下就背四趟，他们家有保姆，没别的活，上午一趟下午一趟，就牵着老头溜溜。你这溜老头还是溜我呢？啊，背一趟给10块钱呢。扒开你的眼睛看看，我像挣10块钱的人吗？哎呦，发财了？什么叫发财拉呀？这叫发财。别惹我，我今天回家非常高兴，三叔为了欢迎我特意备了一桌好酒好菜，你就肯定到，别来了啊。三叔三婶，我回来了啊。哎呦喂，好，哎，三叔好，三婶好，丁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欢不欢迎我呀？笑啊笑啊！哎呦，这是笑吗？比哭都难看。说话呀，说，欢迎二哥回来。哎，这不就齐了吗？赶紧进去吧，三叔。等，留下，来来来来。来来哎呀，真不错，就莫换新颜了吧？二哥好。哎，这原来我招的几个女服务员怎么都换男的了？是新招来的。嗯，这厨师也换了。二哥好。哎，这儿怎么还有童工呢？他是长得小，个儿小，19了，是吗？这都谁招来的？啊，哎，老二的，二的，二的，先把东西放，先回屋里，先回屋里，进屋再聊，先回屋里，拿着换几个衣服。哎呀，小院还这么温馨啊！瞧瞧，一片生机盎然啊！来，给我，接虎子去吧。行，那我接虎子。赶紧把虎子接，告诉他我回来了啊！呀，哥回来了。哎，涛声依旧啊。都在呢，三叔，我这条鱼还活着呢。虎子一直给你养着呢。我在外边一直特惦记这条鱼。这除了你跟三婶啊，我这最后才惦记他。哎呀，我这瞎眼的可怜的鱼呀，我眼睛还没康复。哎，我跟他打个，他这是跟我打招呼呢。你这个什么响呢？啊，这电话。那他怎么？哎呀，我接的。
可高兴了，三叔叔。喂，哎，我在外边呢。喂，那喂，那个信号，喂，信号不好。哎呀，听不见。喂，连哥，哎，连哥，这儿信号也不好。喂，我当然知道是你了，连哥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找我来，绝对不怪连哥。喂，哎，连哥，哎呀，你听见我怎么一点声都没有了？连哥，喂，连，哎，给我们干什么呀你？这小院回声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是平房。你看，又来了！我这屁股还没落地儿，就跟我又掐是吧？谁掐了？我接虎子去。哎，丁小姐，接虎子去。哎，过来，我给三叔买的礼物啊。您上眼。里边还一层呢，缎子面包着的，您瞧瞧。犀牛角的痒痒挠，老头乐。这么个东西还有这么大动静，用这么大的一个包装盒啊。三婶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现在讲究就是包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形式一定要大于内容。这犀牛角不是保护动物吗？人造的行啊，人造的。再说哪儿那么多犀牛傻呀、啊？人家撅着脑袋让你们掰脚啊，你们挠乐的，您乐了，犀牛不干，全给撅没了。对，三婶，这是给您的，您瞧瞧这个，燕窝王，大补。但三婶您注意这个，您就吃的时候，按说一天吃一瓶。这个您得一天吃四瓶，那不上火呀？不是上火，他您得抓紧时间，要不然他过期了。不是过期了，他是快过期了啊！您别找着那上面那日期，我都给划了。反正您抓紧时间吃吧，美容嘛，迫在眉睫，抓紧美容。这吃这个啊，哎好，你们几个我也给你们带礼物，这带着点小意思啊，一人一红包，不成敬意啊，谢二哥，不许嫌多啊，谢二哥，来，谢二哥，谢二哥，哎呀，这孩子我一看见他，我心里直难受，这么小的孩子，还拿吗？哎，厨师挣钱多，你不要给你，谢二哥啊，拿两份。不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嫌少是吧？这是绝版人民币，不能当一块钱那么看待它，它会升值的，知道不知道？潜力股。真的？对呀、啊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别跑，孩子，你慢点。太棒了！这孩子。香儿。二哥舅舅，太成了，再抱我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摔着。二哥舅舅，小子长个了，对呀，长分量了。是啊，看看这个，二舅送你的，怎么样？多大个儿？谢谢。哎呀，丁香啊，生我气。没送他礼物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当哥的能忘了你吗？你说，啊？瞧瞧，这么大件啊！这是哥哥送妹妹，给我的。那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什么东西？南方盛产什么植物？美女呀，满大街全是美女，河里一捞出来都是美人鱼。行了，二哥，到底送我什么呀？哟。
呀，真是这么神秘。什么叫这么神秘？是特别神秘。哎呦，苏绣。梅花。对呀、啊，梅花香径苦完来了，丁香，它们都属于花类的嘛。来来，给你，哥给你这个，南方的啊，这特贵重，擦脸擦汗，别拿那擦鼻涕、啊，快拿着，甭跟二哥客气。谢谢啊。还这是谢呢，还是干嘛呢？哎，丁香。谢谢二哥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哥，这套来了，别拿回去，套来了。哥，给你拿点水果拜拜火，都想着你，你看，好兄弟，哥也想着你呢。你说，哼，哎，这我不是这太贵重了，这个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你，别着急，等会儿你抢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酒里边有两层啊，第一层是一特珍贵的一个礼物。这我得给你，谢谢。茅台牌打火机啊，茅台还出打火机呢，还废话，要不要？要要要，留着啊。谢谢二哥。哎，三叔，我还跟你解释一下，这酒啊，咱晚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喝。嗯。但是这量，我觉得反正够咱们这几个人喝的，没问题，就是不是特别满。喝过了。不是喝过了，就是打开以后吧，没对着嘴喝，倒杯子里面，就喝了一点。二子，你这回有中意的了吗？女朋友是吧？啊，对，有几个备选的呢，没最后定，也差不多就行了。是，是差不多就行了，算是。可是我老分不清楚哪个更漂亮点，哪个更好一点。您帮我把把关，算是。这几个。二哥舅舅，你到底有几个女朋友啊？这都太漂亮了，哪个？我爸老哪个漂亮？我看漂亮。你喜欢哪款？妈，啊，这是演员，明星。我说我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这个二又骗我，又骗我呢吧？你给照片先给我算是。还你透着看过电影是电视剧是吧？我说他们不是演员了吗？我是说我比较喜欢这几类的女同志，按这标准去择偶。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还他老不信我说的话。哎呀，天不会老晴着，偶尔也下点毛毛雨。人就是饿着肚子也有拉肚子的时候。我说这吃饭呢，你老拉肚子拉肚子，三婶，你哎，你闭嘴行不行？拉肚子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，能瘦点。二爸，条件呀别太高了。心知肚明，不能像丁香似的挑三拣四，条件那么高。少提我啊！什么叫我提你？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赶紧给虎子找个爹，这孩子多难受。哎，我说你一杯酒下去，你这话就开始多啊！来来，您瞧瞧，丁香吃饭，虎子来来，吃吃吃吃。二子来二子，二子，嗯，别走了，就踏踏实实的在一心去干吧。啊，你看我跟你三婶啊，俩人都老了，这一进居早晚是你的。我也正在思考。睡觉去。嗯，妈，我带她睡觉去。二哥好。二哥好。我说两句啊。以后在店里别老叫二哥好，二哥好，好吧？这是企业，啊，称官称。都以后就叫我二总吧，叫一遍是。二总好。同志们好，很辛苦啊，啊，这我现在重新任命一下，以前的都不算了啊，你以后就是后厨的经理。谢谢二总。哎，二总。那个后厨就我一个人，我管谁去啊？你管大勺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小四儿哈，小四儿不错，我一来我就看好你，一看就老实本分。
我昨晚搞了一个整改方案啊，严格按照我这个实行一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严格。哎，现在先不让他们看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我一看这孩子，我心里就难受。这家里要不是家里生活困难，谁让这孩子出来挣钱？你说句实话，到底多大岁？十八。行，我不跟你深究了，财务部经理啊，管着咱家那大钱盒子，就看你了。你就卫生部经理吧。卫生部都管啥呀？就擦桌子、扫地呗，就是还是你那老本行，你还能想干啥呀？厨房我全部全部吃的，我还能吃早点。您来吧。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这就是坏习惯。你还小，别跟你二舅学。小时候不努力，到大了没饭吃，知道吗？妈，是不是因为您背不动我爸，我爸才走的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二舅给我讲的故事。故事里说，女人要背着男人。别听你二舅胡说。嗯，哎，张胖，忙去做饭。二哥，起得够早的呀。哎，对，我给你透露一个纯内部的消息吧。海关现在正严查一批进口水果，发现那水果上面有一种进口的果蝇跟着水果都进来了。知道什么叫果蝇吗？就专盯水果的一种蝇子，那个对中国的农牧渔危害非常大。政府说了，见一个查一个，而且是严办。这你要是卖这种水果，往轻了说叫助纣为虐。不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汉奸懂吗？就是一汉奸领着果蝇进来的。我卖水果怎么卖出汉奸来了？我，你快看有没有，找找。我刚进了一箱美国蛇果，赶紧拿来，我帮你诊断一下看看。这要有，到时候都来不及了。你这傻呀？这不是苹果吗？怎么就成蛇果了？我也纳闷呢。你说挺好的苹果一进口它就叫蛇果，那个葡萄一进口叫提。不讨论品种问题，我先查一查。哦，对。有吗？不甜呢，怎么跟木头似的？这果蝇才不傻呢，吃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这还有别，这进口的吧？香蕉是后边那根大的，再弄点那个提子。不是，就咬两口就检查。对，咬两口。那还是我自己检查吧。你那口感跟我不一样。我自己检查，你忙你的，二哥啊。你这个东西就得这么尝尝吃。打板以为卖板的呢，说了。大哥，俺不会唱。大哥，你会吗？当然会了。我告诉你，数来宝讲的是现场看见什么编什么啊，叫现挂，懂不懂？哎，那大哥，你跟我来一回吧。我给你来两句。来一回，没问题，行不行？你这卖的是什么？卖脚水，沾鞋用的。哎，沾鞋的。我给你来呢。来，好。哎，好。你来瞧，你来看。俺站的鞋的窝不烂，好，跨长江过黄河，我站的鞋你窝不折，好，从北京到武汉，我站的鞋它磨不断，好。哎，您看我这鞋能粘吗？大爷能粘。你来买是快来买，你一走他一挪，你再想找他找不着。多少钱一瓶啊？两块钱一瓶，我三块钱两瓶。那我拿两瓶吧。对，拿两瓶。哎，三块。哎，粘好了鞋去学校，刮风下雨不知道，从小勤俭又节约，省下钱来上大学。跨长江过黄河，俺粘的鞋窝不断。哎，蛇是蛇，断是断，不会说你可别捣乱。
叫声大姐，你听我说，吆喝容易得合辙，不合辙你别说，拿着媳妇儿当婆婆，一个意思两样的辙，不顺口来不能说。哎，我先走了，我来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这个电脑桌多少钱啊？80。80啊？这个80还贵啊，加一成都卖120，这还九成新的呢。不是这么简单，你说这个80差不多，这个那个更贵。不是，你便宜点，我就拿这个了，行吗？这桌子哪值80块钱啊？你收上来多少钱？也就10块钱收的吧。就这种板子最不结实，你看这时间一长都这样。这是新的，这九成新的呢。新的谁在这儿卖？这都是旧的。别，您给多少钱啊？哎，您给多少钱？不要了。30块钱，哎，30块钱他就能买，还差不多30。再给加点吧。加什么加？加一分都不加，只能你给我们钱。得，30就30吧，我认了，拉走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不管送。没事，我帮你搬的，帮你搬接着呢，没问题。30，哎呦，给人钱。30，走，我们走。师傅，您顺路。不，您，我别给我吧，来。俺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？不认识他。哎，那你要是看到他，能帮我转告一声，你就说我想请他吃饭，行吗？行。那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。师傅，行了，你放下吧，没事，我叫车拖过去。真的，师傅你放下，你放下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必须得送你，不光送到家，我还得请你吃饭呢。没事吧你？谢谢你了啊。哎，你看，我说赵惊蛰同学，健忘的很呐。谁呀？啊？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借你一双慧眼。让你猜猜我是谁？我就听声音，我想起来了，风二友，是不是风二友？正是。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你什么叫胖成这样？怎么了？你还说我？你也老了，不是，成熟了不少。我都快熟透了。是的呀，不聊了，赶紧走，赶紧。这是我吧，快快。咱找个三轮车吧，太沉了。不用，我比三轮车好使。谁让你们现在就摆上的啊？赶紧把餐具撤了，老一桌子土，客人怎么吃啊？是二总叫我们摆的。二总，李小姐，二哥早上跟我们说，他是一星居的总经理，还说提升旺仔为卫生部经理，小四儿是大堂经理，小魏还是后厨经理呢。那没封你一个什么官啊？我是财务经理。你觉得你能干吗？干不了。可真会收买人心。怎么还有萝卜花啊？二总说买鲜花太贵，暂时用萝卜花代替。岂有此理！小魏，小魏。哎，林小姐，这是你刻的？啊，是我刻的呀。认了。啊。哎呀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，哎呀，在你家写字楼做保洁工作。那挺好。你在哪儿高就呢？我什么高就？我就是二舅，我侄子他舅舅。别贫了，那你工作呢？小买卖。来，我扛一会儿哈。绝对不行，男人是泥做的，女人是水做的，这必须得男人干。哎，你这一说，我现在全想起来小时候的事儿。我记得你特能跑，腿特长，贼快跑步，连那体育老师都追不上你。瞎说，我就更追不上你了。双管语吧？是什么语？我小时候语文不好，什么意思？行了，你别贫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工作啊？宜兴居。爸，我可不是要争什么家产，我就是觉得这宜兴居啊，还得您管。哎，闺女。我都让油烟子熏了一辈子了，你们就让我干点我喜欢干的事儿吧，啊！爸，您瞧瞧这宜兴居，让二哥弄得乌烟瘴气的，
就这么几个服务员，还都让他封了官了，这以后我干活我指挥谁去啊？行，回头我跟二子说，把他们撤了，啊！等咱的买卖让二哥给搅黄了，您后悔都来不及。爸，二哥的脑袋可是受过伤的，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下夜班白天没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干脆到我那儿再兼份差事呗，挣点钱。好啊，啊，哎，太给你添麻烦了。那有什么麻烦呢？我现在马上向全世界推广我们家的酱兔头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最少得十多个人。那你那可是大买卖呀。中型企业，低调。哎呀，太谦虚了你。哎，你们家怎么说拐了俩弯的道，怎么还不到啊？再拐，拐过去，再拐，拐过来。那就是四个弯了。你这一减月减两。我帮你搭着，搭着。这桌子行吗？这破碗还挺沉的。就这儿。哎。嗨。今天多亏你了。没事。累坏了吧？哎，这楼不错。哎，几楼？啊？什么几楼啊？这儿一楼。就一楼啊？啊！要不咱们上四楼兜儿，咱给下了一趟。你上四楼干嘛去？我不累啊，证明。哎呀，行。我没事，身体贼好，真的。我这都过意不去了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让你看看我涛声依旧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快请进嘛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累坏了。哎，来来，别着急蹭我。没事没事。可气不我的，哎呦我天！别磕头啊，顾晨。可挺累人，哎呦，哎呦我天，哎，一脑袋汗，快一脑袋汗，你快脱下衣服，凉快凉快吧。哎呦我天，挺好的，我还行吧。嗯，哎，哎，这是你爱人是吧？小伙子年轻，挺漂亮。那是他牺牲前的照片。嗯，啊，牺牲。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他就两个落水的孩子，孩子救上来了，自己没力气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快坐吧。不是我等会儿，我就对这种英雄特别敬仰。哎，就这儿写着的哈，陈寒江同志舍己救人，时代楷模。哎呦，我就崇拜英雄。哎呀，这好好人，我就不行。不行，你凑合着点。你请坐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哎、行，好。哎哎哎！啊！别闹，别老打扰英雄。没事儿。我没事，出去自来水，咕咚咕咚就行。那你现在生活就靠你这点工资啊？就那么过呗。那这房子，这房子装的还不错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我就觉得别打扰英雄。哎呀，你真逗！明天就去酒店上班。不行不行，你添麻烦啊！我什么都不会做。必须必，同学之间必须得去，听见没有？哎，那你们俩冒火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大勇回来了。哎，我儿子大勇。你好你好。那过来，那个叫风叔叔。风叔叔。叫人呢。风叔。挺高的。我儿子。大哥。干嘛来了？啊，不给你买个电脑桌吗？风叔叔刚好碰上了，就给送过来了。扛着。对。挺远的。送完没有啊？送过来了，完了，送完赶紧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不是正要走了吗？走，我先。你吃饭，在这吃了饭再走。有空再吃。哎呀，这孩子真高哎。不合适，这没事，行，有空再联系啊。我你就在这儿，哎，干嘛呀？怎么不懂事儿呢你？哎，我
我说你怎么不进步进步？我不教你了，得说呀。大哥，你得帮忙，你得帮我说。我哪有时间？我这忙着，事儿多着呢。你就来两句。别，大哥，咱再来一次吧。你这好不容易，我就喊两声，帮你聚齐了人气，我就撤。行，大哥，来。过长江，跨黄河，我站着鞋的我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那啥，刚才有个女的找你说请你吃饭。女的啊，漂亮吗？还行。哎，他来了。哦，好，我记着上次刚才捣乱的有是，买我们两瓶胶水吧。对，大姐，半天了。只要你唱，我就买。那容易啊，快先买两瓶赞助一下。对。只要你唱，我不但买你的胶水，我还想请你吃饭。有这好事？好事，大哥。那就上我们家吃饭去吧。你家？我们家开饭馆了，增加点流水吧。嘿，啊。你看我这多忙，路上碰一人就是请我吃饭。你看，练起来换腰，快把胶给我。谢谢你、啊。过长江，跨黄河，大哥，过来啊！过长江，跨黄河。哎，你以后对人家态度好点儿，起码的礼貌你也应该有啊。他呀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您啊，少跟他来往吧。妈，哎，跟您说话呢。知道了。哎呦，二总好。二总好。他们都叫你二总啊？对对，不都是二哥吗？尊称为二总。实际上我是这儿的一把手，啊，全上上下下全负责。哎，我让你们摆的那个萝卜花和餐具怎么都没落实啊？丁香姐让撤了，听她的，听我的，赶紧摆。好，萝卜花呢？刚扔。你手怎么那么欠呢？我告诉你，再扔，我让他刻条龙出来。别呀，二总，那个挺难刻的。赶紧啊，落实。好。200块钱，今天这顿饭付现金不签单。哎，别，说好我请的。你看，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吃饭，得男人花钱，必须必这事儿，不讨论。坐哪儿啊？雅间。他们为什么管你叫二哥呀？我们家吧是大排行，就是我大爷的儿子是老大，我是老二。我不做老大很多年了，就没做过。我做二哥时间比较长，30多年了。小饭店，装修上比较下功夫。来，请用茶。好，谢谢。你今天请我吃饭，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实话实说吧。没有，我就是特别想问问你，刚才唱的那些数来宝，你真是即兴编的词儿吗？那必须必呀、啊，这数来宝讲究就是一个看见什么说什么。嗯，我从小就学过，而且我喜欢。是吗？嗯、那，哎，灯泡你能唱吗？大灯泡真叫亮，没有电来它不亮。电风扇，没有电来它不转，这可都太简单了。看什么呀？看有点意思，那闺女笑了。啊、哦、哎，长得怎么样？我这眼神啊，看不太清楚。嗯，挺好的，哎，留短发，特规矩，哦，不像有些孩子弄的那哎呦呵，我那样这咋呼那样，看我干嘛呀？你这不是咋咋呼呼呀？去你！我挺想跟你学学数来宝的。啊，你不至于也去卖胶水吧？那倒没有，我啊，现在正在整理一本有关民间传统文化、
与现实生活用途的书，那其中有一章呢是有关于鼠来宝押韵的问题。对，韵很讲究。对，我老是弄不明白。肯定又是切片。里边点什么菜了吗？没说，给了200块钱，让随便上。和后边说，全都给上素菜，越便宜越好。好。哎，请问。凤儿有在吗？哎，你金哲姐，你是小丁香啊？啊，长这么大了，真是的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。就是啊，多少年了？你说，我还记得在学校的时候，百米跑步你总考第一，这你都记得呢？当然了。哎，当年你在学校可是那个05的，你在台上表演，我就使劲在底下鼓掌。真是。你现在还跳吗？早不跳了。你看你还这么漂亮呢。不行了。找我二哥有事儿啊？啊，他把衣服来我们家了。二哥，有人找。方二勇。哎，金哲来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谁用你介绍？我们早认识了。对呀，小时候黄毛丫头都长的。谁黄毛丫头了？二哥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衣服都落人家里了。啊，不是的。不是，不是，是我那件，我这还找呢。哎，是又怕什么呢？哎，我决定了啊，以后荆州就在咱家上班了，主管那个，反正到时候再说吧啊。你先带他去后院看一看，去转一转啊。快去！你忙着呢是吧？我忙着陪个朋友。好。哎，这院子挺大的啊，还行吧。荆州姐，哎，我二哥住这屋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操作台。我爸我妈住这屋，我住这屋。哦，哎，进屋坐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走了。你别，我不喜欢固定，我不喜欢绑在那儿老这样，不行，我喜欢游荡。嗯，你喜欢自由？对，向往自由。我从小啊，爹妈死得早，三叔把我带大的，他是那意思啊，让我当厨子。我就没随他那愿，你想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，到吃饭那点儿根本就吃不下去，那谁受得了？我完全是为了保护住我这胃口，所以没随他那愿，没当这厨子。嗯，那以后成家呢？成家这事儿都没想过，那责任太大，更不自由了。哎，老伴儿，哎。你看二子啊，真有本事，刚回来一天就弄回俩女的来。你出来看看，看哪个靠谱。我看啊，哪个都不靠谱。我看呢，还是后边来的这个好，一看就稳重。嗯，行了，甭管他，一会儿再折腾去吧。这什么？青椒土豆丝，青椒西红柿，青椒鸡蛋，素炒燕麦菜，齐了。全齐了，把厨师给我叫来。小飞，二总叫你。哎，来喽！帘子外边站着。这菜是你炒的吧？对呀，是我炒的。我受累打听打听。您贵姓啊？我姓魏啊。改个姓行吗？你姓找吧？干嘛姓找啊？你找抽呢吧你？我给你200块钱，你给我上这菜，你喂兔子呢？算了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待会儿上自由市场买个萝卜去，给我雕一条龙，连龙爪子带龙须一个不能少，快去就是。算了，气死我了！你这本来是有朋自由市场来，应该不亦乐乎的事，弄成这4个素菜，圆满失败。嗨，咱们今天也不是为了吃饭，主要是聊天嘛，是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就是严格要求员工嘛。静月姐，哎，我二哥这人，你应该了解吧？他办事儿一向都不靠谱。是吗？啊，就拿他让你到这儿上班的事儿来说吧，咱们店本来就小，
这人手还富裕，你要是再来，我可没有不让你来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我真的没打算麻烦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好意啊。瞧你说的，咱们都是同学，帮你是应该的。我本来也没想给你们添麻烦，嗯，我今天就是把这个衣服还给风二友，啊，您帮我转交一下吧。其实我那边工作忙着呢。那行，哎，我还有事儿，那今天我就先走了啊。再玩会儿吧。不了，你们忙吧。哎，那有空来玩啊。哎。太着急，还没吃好呢。二哥，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，还教了我好多东西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好朋友珊瑚大编辑，铁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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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吃点水果吧。对，不用了。哎，我给你称，要几斤？啊，挑点水果，自己家的地儿。你这饭后还算水果呀？来，随便。那我就来个小橘子吧。哎，哪能朋友之间拿这小的，这让人笑话。你拿小的，他都不高兴，是不是？我是不高兴。你看他不高兴，那那我就先拿着了。那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，二哥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拜，再见。二哥，我那个一共是，哎，二哥，哎，你干嘛别走啊？我带你正好照顾。熟悉熟悉行吗？我已经都熟悉过了，啊，那不是今儿就上班了？不了，富二友，谢谢你了，我那实在忙不过来。这不都说好了吗？谢谢你了。那个风衣我交给丁香了，我走了啊。不是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走了，那个这一个和三块，三块二，算清楚，年底着。不是我那进。